解说不打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笑话。那些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娱乐都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因为热爱所以我要东山再起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查迪伦 25T 地图，是荒漠小镇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右下角的出生点位。一进来我擦好多 TD 啊。同感同感，麻个蛋的。出发。妈的，关键还有很多弹药。我还有福山炮。福山炮听说被削了，所以说好久没看到它了。一般你很久没看到的说明它就被削了，然后就没人用了。你比如说潘兴潘大爷。当年是不是很屌，现在唯一经常能看到的那就是打钱用的超潘。但是超潘的话关键 你要看对手知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，如果对手知道呢，妈的那就你一旦失误就各种跪。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我没看到人了，这里是可以收到他们那边出兵点的过路费啊，有点爽。妈的，我今天去吃一个那个东北水饺，然后那个最近新开的一个店嘛，但那个店装修的还可以，但里面没什么人。我现在想，操，是不是黑店？但我一看，开在这么繁华的地方的黑店，真的吗？然后吃了之后发现是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可能是我去的时候不是饭点，所以他人比较少。这下面对撸，哎呀，有个小车来了，找机会干他，把他干死他。哎呀，疼！好，干死你！漂亮，打得好，记住我疼，随时会跑跑。什么耗子鼠大爷，鼠爷爷你出现了。请你不要激动，这个时候正在上弹，马上上好了，看他要干什么，是不是要遏制一下对面从这里过来的人。妈的，山也没人去，我操，这你妈给归了呀。他带的去他 那两炮都没了，现在只剩下的那个 APCR。 好，妈的183教鼠大爷做人。那剩下了什么E4，找机会啊。你先对先转手要看一下他已经被干死了，漂亮。那这个，哎呀，吧唧，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
慢点啊，有没有机会？现在他弹夹里面有两颗弹，打得漂亮。哎，他这种俯仰式炮台，整个炮台都可以倾斜，靠两边两个耳轴把它绑在上面。他也有好有坏啊。不单是这种设计，妈的真的是脑洞大开，就是要快，就是要骚啊，火力要猛，只要跑得快，哎啊就行了，就很难让对面打到。这个想法是不错的。哎，其实真实情况就是这样，哪有不像游戏，妈的你想打得他有那么容易呢？哎，但是妈的越来 越往现代靠，那个瞄准系统越来越先进了。哎，但你要这样说，妈的以后可能就没有坦克了，因为都太容易被爆了。以前真的装甲厚一点很屌的，现在主战坦克穿透力都很强啊，刚一枪你就差不多了，你还想怎样吗？为什么到那边去了？哎，你来呀！好，收掉一个人头，漂亮。这样的话啊，好疼，无法移动，这个防备弹开了，啊，疼的一逼。干死你，啊，躲了，没弹了，先等着把弹上好再说。在那个下面去了。我们得绕过去，不然打不到。现在9-11，但是如果能把他们140干掉，我们后面还是有优势的。那我们有两个能跑能点啊，而且还能打的东西，那你说他慌不慌？哎，尼玛！我刚这么一说，为什么你们就全都跪了吗？看到了白玉，漂亮！我们重创目标。好，打得好，好漂亮！通过对这个，妈的这个坡的掌握。把白运黑死了，他每次一那个他开火箭线，他就往下退一下，白运觉得打不到他就往前开，
但白云他要开火，他也总得停下来缩圈嘛。妈的，他这叉叉这边运动的慢一点，圈子散大也就散的小一点。马上要上来补一发，多搞几下把他给搞死了。这有点屌。好，啊，你来呀。现在很慌，哎，我们还没上好弹，怎么办？不过那边是个百运，也并不是太怕他。哎，别打，暖心大炮台不好打。他现在肯定是想着利用火炮，白兔啊！你慌不慌嘛？再来一下你就死。敌人完蛋了。妈的，过去刚他，把他刚掉，剩下那两个就爽了。我靠，你居然上来跟他刚！我靠，白云还好像刚不过他的样子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妈的，不要逗我！好，他们火炮也已经炸了，安全了，往他家里拱了。看他想怎么办啊？啊，这里主动送上门了呢。过来找死来了。哎，现在他也没多少炮弹，他就两个，尼玛。这是最大的问题啊！杀人杀到没炮弹，好，还剩一颗，下一个目标，可以连打带撞了。怎么搞？他现在是想让白运来输出。允许射击。除非一发把他打掉。哎呀，只是断了个腿。你帮白运贴住他吧。目标锁定击除。妈的，没有炮弹呐！哎呀，人头！校长见到了小学女生，结果我们发现，妈的，带了枪没带弹。好啊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88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